位于芦洲区仁爱公园旁的公十五公园预定地，去年土地征收进度就已经达到70%，但因为经费不足，迟迟无法进行绿美化。新北市议员李坤城再度办理会刊，承诺提拨议员建议款30万元，再加上新公处核发的170万元，一起协助区公所完成绿美化工程。这个面积大概接近500平方公尺，那有2/3已经是属于公部门可以做处理的部分。那这个也区公所也报经费给新公处，新公处也同意拨170万，那我再拨30万200万，希望能够来把这个公十五因为它是公园预定地，那还是希望说它能够把它做一个绿美化。对于市府和议员的大力协助，芦洲区水南里长吴松标相当感激，也希望区公所能利用原有地貌规划一座儿童滑草场，增添公园游憩品质。现场一个地形地物利用，我们做一个类似一个小丘陵，可以让小朋友有一个造型，一个滑草的一个场地。这个滑草就属于比较自然的了哈。但希望它的规划是靠人性化，而且又顾虑到整个一个环境一个绿美化的一个结合哈。芦洲区公所经建科表示，将依照议员和里长的建议进行规划施工，工程预计6月底前完成招标，希望赶在暑假期间完工启用。公所现在已经依照议员跟里长的一些建议的部分呢，我们做出相关的一个修正。那修正完以后，我们就会尽快做相关的一个经费的处置跟发包的事宜。那我们预计会在6月底前能够上网招标，那希望能够在暑假前能够完工。芦洲公十五公园预定地历经多年争取，终于要动工了。水南里长吴双标相当兴奋，他也呼吁里民体谅施工期间暂时的不便，日后也要共同守护这得来不易的建设成果。记者伦宏采访报道。